徐三七，徐三七，你给我站住！徐三七，跑哪儿去了？徐三七，让我找到你就死定了！嘘，别说话。 利用完我就想走啊？那你还想怎样呢？对你负责到底吗？嗯，也不是不行。那你闭眼。你干嘛？你乱来，我跟你说。你在这乖乖待着吧，拜拜。你敢？你回来。嗯。有。绝地三尺，要把那个叫许三尺的女人给我找到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帮我听说的，小心点。得不孝，竟敢下药害你的妹妹。就是，那妖精可大了。你可这么会倒打一耙呀？ 你不配提我吗？我下药，你们要是有证据，报警抓我呀！妹妹呀，你也该好好治一治眼睛了。陆浩天那种细狗，你也下得去手啊？不过嘛，残花配烂叶刚刚好。对了，我手里有一些非常劲爆的照片，要么婚礼取消，要么换人，自己选吧。好，孽障，我们换人。早知道不就好了？哇，好高，人好兴奋啊！ 哎，徐总，彪哥来了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订婚快乐！快乐！是，别看了，都不要看了，都不许看了！订婚快乐，礼物喜欢吗？徐三七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！拜托联姻，惩治了狗男女，真好。 爷爷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心脏引发了呼吸不畅，得赶紧治疗。龙正，爷爷，来对爷爷做什么？得赶紧治疗。龙正，不孝子还不跪下？多亏你救了我。爷爷，到完现在起，对不起。平身，平身。站在我爷爷的面子上，这次先放过他。 回去要注意饮食，多加休息。谢谢徐主任。怎么跪下跪瘸了？要不我给你扎一针啊？你不懂，每天都有人要我的命，不装的惨一点，怎么不分头啊？我爷爷的病就拜托你了。我诊费很贵的，支付宝到账100000元。你疯了？哎，大家快来看呀！明明是我徐三七啊，这次怎么还带了个替代品？怎么回事啊？徐医生怎么了？ 没想到徐三这么狠心啊！居然是他替代品。真的假的？要不我们换家医院吧？原来是装的，我就知道徐医生不是这种人，不想活了，我帮你啊！啊，你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他可是你妹妹啊！ 徐三七，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？你在订婚宴上干的好事，现在许家都已经退婚了。我们的资金链也彻底断了。自作孽！我已经相中了萧家的妻，她可是掌控着杭城的经济命脉，你想办法嫁给她，这样才能救徐家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？从小把我丢在乡下，不闻不问。我妈生病，你们没人关心，还想把我卖了换钱？你和你那个妈天生互不相。 就知道勾引男人，你们俩就是两只娇妻。吵死了！把他们赶走。你个死瘸子，这儿有你什么事儿？老公，老公，来，彪哥，我出50万，把我弄死个人。彪哥，就是他，臭小子，敢欺负我！哎，彪哥，你干嘛给？你个疯子，要死别拉我！ 他可消气，捏死我们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小姐，刚刚是你说要弄死我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冒汗了。要原谅也行，你跟那女的离婚。好，我答应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 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人事不干，吃喝嫖赌倒是一样不少。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断绝父女关系。好，我先。不错，滚吧！走走走走走。
断了徐家的资金链。你还挺会忽悠人啊！帮了你这么大忙，你得好好感谢我吧。刚刚是你自作多情，我扎几针也能解决他们。喂，说好帮我赢治疗的事呢？你说话呀！你叫我什么？奶奶？你真的是我奶奶？你看，你三岁才学会走路，八岁还在尿床，十三岁早恋，二十三岁就是你现在的男朋友劈腿，你给我！我信。这么说，五十年后的我还是时尚教母？当然，坐拥百亿资产，旗下杂志、高奢品牌更是数不胜数。奶奶，你现在可真够邋遢的。都是我不好，你才会离开我。奶奶，俗话说得好，让自己生气是窝囊，让别人生气是本事。走，我们砸场子去。新郎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等一下。真来？当然，我们可是好闺蜜，好到你跟我男友滚到了一张床上。抢男友？新娘竟是上位，不被爱的才是。奶奶，你们这年代的人这么不要脸的？对了，他这个月开了24酒店，确定都是和你吗？哎，看人家好酒店，你咋这么说？不要脸！别闹啊！结婚也乱搞，太爽了！早知道我也不会因为失恋郁郁不振，还丢了工作。奶奶，你这家公司试试，这可是顶尖时装品牌，我能行吗？奶奶，这可是你事业攀登的第一块踏板，你要相信我，更相信你自己。不能让未来我失望。过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是徐阿姨说你那段时间事业爱情受挫，才让我假扮你孙女帮你。爸快好了。妈，都多大人了还撒娇啊？原来你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我。我就让你带杯咖啡，你把我拉黑了。是我女朋友查查山的姐，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放心上。不止你，我手机里所有女生都被她删了。这两天我要出差，希望她在公司别做什么幺蛾子。我这两天要去一下分公司，别透露我的身份。总裁出差这段时间，公司就由我们老板娘查查姐说了算，还不鼓掌？这是干嘛？新来的，第一天就迟到，我不听你解释，去把公司的地板都给我擦一遍，用手擦，仔细点。哎，你啊，她是老板娘，我们惹不起。你怎么做事的？把我照片 P 这么丑，罚款1000，从你工资里扣。凭什么？你的个人写真要让公司员工给你修啊？哎，我说你。喂，晨光。查查，总部要来大人物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哦。嗯，放心吧。大人物。新来的，你去酒店接待总部的大人物。去酒店接待？你知道大人物是谁吗？废什么话，接待不好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好，还是查查姐有办法。她要是接待的好，全是您的功劳；要是搞砸了，正好让她滚蛋。看她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准还想多一口荧光呢。反正她喜欢勾引男人，那就让她去了。新来的到现在还没来。看来是招待的不错。姐，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提前说了。怎么能看到这出好戏呢？查查姐，这新来的可真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姐，刚见到总部的人就勾引我男朋友，你就这么饥渴是吧？实不行，新来的错了，肯定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觉得他又勾引总裁了呗。查查，你干什么？晨光，你看他真不要脸，不仅勾引总部的大人物，还想勾搭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总部来的人就是我姐。你姐？认识一下，我就是总部来的大人。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别叫我姐，我可担不起你这声姐姐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不会了。晨光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帮着一个外人呢？她是我亲姐，怎么是外人呢？我说过，你没安全感可以跟我作妖，但欺负我姐，我没有，绝对不行。我们分手吧。都怪你，你故意做局害我。没有人要害你。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徐家的大门就别想踏进。
怎么回事？没看到有人啊？你们怎么开车的？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哦，好的。喂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受伤了？还有我的车，我的锅。怎么来这么慢？大小姐，小心！哎哎哎哎哎啊！碰瓷啊！碰瓷！演技不错，但是本小姐现在心情很不好，没时间欣赏你的表演。什么意思啊？拿去买一辆新车吧。哦，别误会，这是我对你的施舍，你应该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大小姐，我要的是你的对不起，而不是这些钱。矫情，赶紧开车，等下婚礼来不及了。啊，好，是大小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大小姐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大小姐，车抛锚了。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真是废物。哟，车坏了。赶紧打电话叫人。婚礼马上就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这可不好打车，卖瓜喽。等等。又怎么了，大小姐？送我去金色酒店。别呀，我这小破车弄脏您的婚纱可就不好了。刚刚的事我道歉。上来。陆总，一切顺利的。好戏吧。哟，啥新鲜事都有啊。怎么会穿婚纱？快点，丢死人了。到了。哎，你的头纱。快点，徐氏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有人给我透露消息，等会有重磅新闻，一定要给我拍清楚。徐氏。徐氏选了15个高中生资助，你是其中之一，不用退学了，安心准备高考吧。徐氏，谢谢老师。三七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快穿了，别耽误我的婚礼。快，里面请。秦芳，我来晚了。三七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如你所见啊，我的好闺蜜。好嘴，七十分不行，跟个搓衣板一样，最多60分。妆都不化，脸这么黄，穿的真是一天比一天丑。你们凭什么给我打分？女为悦己者柔，给你们打分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优缺点，好取悦男同胞们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要我说，你这种素质女生就应该回家带孩子，省得占用公司人力资源。行，不错。这曲线就是各有点矮，你懂个屁，这叫小巧玲珑。哦，喜欢打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昨天那个妞儿，这还给我们打分？看什么看？这谁干的？给我出来！是我们。我还给你们两个准备了惊喜，那我们也来给你打打分。徐三喜，你疯了！你这头发几天没洗了，油都能炒菜了，不及格！哎呀，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该不会是肾虚吧？伪男，你敢这么侮辱我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是在帮你分析改造，好早日成为潮男，取悦女同事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太有意思了，太精神了！根本就没给我打分，对不起。真不要脸！这不行，你认车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就是你，你看你拼穿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，梅大龙？就是你，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。你没事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明明我才是受害者。那个，你是说在酒吧喝了一杯水就失去了意识，醒来后发现在酒店房间，但报案后监控却显示你是自己走过去的。嗯，你应该是喝了听话水。那晚在哪个酒吧？谁给你喝的水还有印象吗？有。小姐，这是隔壁庄先生送您的酒。没有。去521。你没喝酒？当然。你用这个听话水还害了多少女生？
人渣！去自首吧。本台消息，经市继承人现身警局，自曝性侵女性35人。记住，娱乐场所所有离开自己视线的酒水都不要喝。